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哇，吓，热辣辣嘅暑假又嚟咯。系啊，真系好热啊。唔知暑假咧，对听紧我哋节目嘅你咧，有啲咩意义咧？嗯 ，Mary， 唔知你又点样睇暑假嘅咧？其实我就好中意暑假嘅，虽然佢好热，真系咧，我琴日有个朋友咧，佢都差唔多中暑咁滞，因为巴士冇冷气。咁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就系、是、去，因为我自己就系、是、暑假出世嘅，咁真系好中意太阳啦、啊。咁啊，所以咧，同埋暑假又可以有好多活动啦，即系时间各方面又好似比较松动啲啊，咁样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系啊系啊，暑假又真系好多活动。排住嚟咁啦，咁、啊，我而家嘅暑假咧，每年咧都响度，好想系争取多啲机会咧，同啲细路仔一齐去玩下啦。嗯，因为一年又一年咁啊，见佢哋都大得好快。系啊，即系眨下眼就四年班啦。系啊，咁啊，惊啊！咁啊，见佢哋而家都想同我一齐玩嘅时候，咪尽量佢哋玩多啲咯。你知啦，大啲嘅时候，咁未必趁我玩噶啦嘛。冇错，佢哋就有自己嘅节目噶啦。系啦，咁啊。咁啊，早几日咧就有机会咧，同啲去到啲小学度，同啲小学生一齐唱一下歌仔咁啦。咁咧，亦都感受到佢哋放暑假嗰种嘅气氛。咁咧，所以今日咧特别咧带咗一只咧儿歌咧嚟咧介绍俾大家嘅。好啊，好啊。系啊，咁咧就系咧阿由 May 姐姐佢创作嘅，咁啊个歌名咧叫做《耶稣大追踪》。好啊，一齐听一下。好啊。嘿，你哋做咩啊？跟踪你咯。跟踪我？我都是跟踪紧人啫噃，咁不如一齐啦！你哋跑得快唔快嘅先？好快！好啦，我哋一齐出发啦 ！Ready, let's go！耶稣他给我很多很多爱，耶稣他给我。只歌，哎呀，我好中意啊！系啦，系啊，咁啊，我又同 May 姐姐倾过偈嘅，咁咧佢咧，我觉得佢好有意思咧，就系、是、佢自己本身咧系一个儿童学嘅心理学专家啦。咁咧佢点解要写啲歌咧？佢系讲咗个好简单一个嘅目的，佢就话觉得而家啲细路仔咧好即系比较缺乏咧就系、是、开心。佢想將開心帶俾啲細路仔，亦都覺得咧開心應該係細路仔應該要多啲嘅咁樣咯。同埋嗰個音樂咧，即係同一般嗰啲兒歌唔同。有陣時有啲兒歌真係其實同大人歌係冇分別嘅。係啊，咁佢呢個聽落咧就已經係，我相信小朋友咧聽落一定好容易投入，即係好中意唱，好中意聽咁樣。係啊係啊，我試過咧喺學校帶嘅時候咧，嗯，譬如我播完一隻歌啦。咁就有時我要走去熄嗰部機段時間，咁開咗另外一個前奏出嚟咧，嗰啲細路仔就話：咦，呢只咩歌嚟㗎？聽埋先啦，好唔好啊？咁樣樣喎，唔俾我熄機㗎。啊，
系啊。咁另外咧，就我最近带开一只，譬如举个例子，佢有只歌叫 Uber 果园啊，都几有趣啦个名。咁咧佢里面咧有啲位，我觉得佢做得好嘅，譬如咧佢咧就有啲呼应位咯，譬如唱到没有西瓜咁啊 no 咁啊，有啲细路仔就 no 咁啊，没有香蕉又 no 咁啊，咁啊，但我有果子 rare 啊，咁啊，在我心中系咩咁啊，即系有啲位咧，咁啲细路仔唱到你都好开心啊，即系有你一句我一句咁样，有得玩咁样，系即系有得玩咯，咁我觉得真系比较即系。早几年就难有呢啲儿歌可以同细路仔玩得咁开心咯，咁今次咧就用佢呢啲儿歌去同细路仔唱嘅时候咧，真系带到啲细路仔唱得好开心。系啊，同埋佢个音乐嗰个即系 production 啊，即系音乐嘅素材啊，录音都真系好好，好专业，系一啲都唔简单。冇错。咁咧，啱啱我哋讲到小学生嗰、那个暑假好多活动啊，咁咧我哋再睇翻中学生嗰边啦，因为咧我都有响啲中学度教啲乐队咁咧，咁又另外一番景象喎、啊。冇错啊，有阵时见到啲教会啊或者啲青年中心咧、啊，暑假期间咧，哇啲中学生个个就攞孭住个。孭住吉他，甚或而家咧就学埋 bass 啊，或者系学打鼓咁样样，咁啊，所以咧即系又多啲，即系变咗中学生嗰个年龄咧，佢哋可以喺音乐上面，佢哋唔单止听，佢可以参与。系啊，咁如果你一下唔知咧、嗯，就觉得啊，点解啲学生会攞住两对筷，唔系攞住对筷子走去做乜咧？但系好粗啊，系啊，其实系攞住个鼓棍咁咯。呀，咁咧，但系好得意，咁我哋嗰阵时细个啦，咁啊听一对乐队咧叫 Beyond 啦，咁但系而家啲中学生都依然中意。是啊是啊是啊是咯，咁啊好难得，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 Bandbox 呢度咧，我哋咧都介绍一只歌，都唔使点介绍，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噶啦。系啊，系 Beyond 嘅一首，即系我都好中意嘅歌，叫做《海阔天空》。系啊，咁我哋一齐听一听，感受一下啲 band 山咁。好啊好啊。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其實我都好中意 Beyond 嘅歌噶。係啊，不畢竟啦，即係實在係可惜嘅，即係家驅嘅離去咁樣。但係佢哋幾個嘅聲咧，不論係樂器嘅聲啊、演奏啊，或者唱歌啦嘅聲咧，都好扣人心弦噶。即係同埋好講真啊，佢哋把聲咧就唔係真係好好聽，但係就可以唱得到佢哋心裏邊對音樂嗰個熱愛啊咁樣咯。我最中意嗰隻歌咧叫《情人》啊。咁啊但係佢哋嗰個聲線咧嚟表達 rock and roll， 我覺得係都係好係係係係。咁你講翻頭先只歌咧，就好笑，我成日夾呢只歌咧，夾到臨尾都唔知點完嘅，因為原曲咧係淡出噶嘛，飛歐咁啊，咁我哋彈緊成隊 band 都唔知點飛歐。咁點算啊？通常你會點搞啊？咁通常一路彈落去咯，彈到大家岌個頭為止，完啦，咁我先岌頭一齊完。哦。咁當然啦，如果喺學校教緊嘅時候咧，都會教佢哋咧數竹巴嚟玩嘅，同埋幫你砌掂個 ending 佢。即係唔會教佢哋飛歐。唔係，如果嗰隊 band 咧佢係好出色嘅時候咧，我會教佢哋，都會教佢哋玩飛歐噶，即係自然飛歐，係啊係，真人飛歐，係啦係啦，唔係用飛打嘅，唔使飛打嘅，哇 ，very good， 試過噶，喺教會裏面啲 band 都試過嘅，係係係，咁啊幾好，咁啊好玩啊嚇，係啊 ，good。Alan， 今日咧我哋嘅话题都系围绕暑假吓，系啊，吓咁咧我呢两日咧听到个报道啊，就话咧香港嘅大学生咧其实都知道自己有啲迷失啊，系咩吓，同埋咧即系冇乜方向，同埋知道咧自己咧实在咧如果同内地一啲资优生比啊或者啲优才咧，其实可能真系会比下去吓，咁但系嗰个报道亦都正正就系话咧，因为啲大学生知道咗呢、這个。嗯这个情况的时候更加有机会让他们自己去即迎头赶上自己去即装备自己这样。所以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都是对自己的鞭策的。是的没错。所以呢放这个暑假呢真的当然有人开心啦。但有人都会觉得日子是难过。那是因为刚刚即放榜。又面对放榜。是的还有一个来紧。啱放完 A level 嗰、那个，所以暑假都带俾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啊！嗬，系冇错冇错，感觉可能好极端啊！系啊，世事咧往往都系变幻无常啊！咁啊，所以同样同一个天空下，但系咧有啲人好好过，有啲人好难过。咁无论点样样，咁咧就我哋嘅主咧都响呢个幻变嘅日子里面咧，都会带领我哋经过啦。啱啊！所以咧，今日激流地带咧，我哋为大家就系带嚟咗呢一首歌啊，可以咧道出咧，我哋点样样去依靠住主咧，去过我哋嘅每分每秒。呢首歌嘅歌名咧就系叫做《时间分秒过》，由咧郭多嘉作曲，翁慧允填词。哇，编曲嘅咧系我中意嘅龚石良同埋咧谷中人，我哋听下。时间分秒过，人事辗转经过。艰苦伤透我，但主安慰更多。烦恼威胁我，神用恩手帮我。黑暗覆盖我，但主真光照我。颂赞主，感激他，世事变幻。纵使不好过，全赖主爱拖带我。颂赞主，感激他，世事变幻，明日纵使不好过，全赖主天天领我。感
是变幻，明日纵使不好过，全赖主爱拖大我，颂赞主感激他。世事变幻，明日纵使不好过，全赖主天天领我。颂赞主感激他，世事变幻，明日纵使不好过，全赖主爱拖带我。颂赞主感激他，世事变幻，明日纵使不好过，全赖主天。不论你系几多岁咧，我哋都成日觉得自己已经过咗大半生噶啦。咁咧，所以我每一次听到一首歌咧，叫做《一生敬拜你》咧，就硬系有种感觉咧，就系、是、我要用我所有嘅时间、所有嘅心机、所有嘅能力嚟咧去敬拜咧，我相信嗰个嘅主啊，嗰、那个嘅耶稣。有首歌咧系一个现场版本嚟嘅 ，live version 系嚟自2000年吓、爱正等待我呢一、这个。音乐会的一个现场录音来的、哦、这首歌呢，我觉得讲出了我们对上帝那种的感恩，还有呢真的可以将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作一种的礼物去献回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听下这首歌《一生敬拜你》。愿我每一天，让我每一刻，常在心里赞颂你，再让我赞你，来让我敬拜，让我心知渴望你，主恩典降临，让我最洗净，神恩每天不变，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主恩典降临，让我最洗净，神恩每天不变，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我哋再次唱呢个副歌咧，今次咧可唔可以咧？我哋一齐咧，一齐拍住得唔得？预备咯，预备，嘿！主恩典降临，让我最洗净，神恩每天不变，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主恩典，主恩。神恩每天不变，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我会永远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赞美，我要倾一生敬拜你。嘟嘟嘟嘟啦，赞美你。嘟嘟嘟嘟嘟。AHM 音乐台，私人醒俾你。一周 Top One。劲歌金榜7月4日，只想抱抱刘德华。中文歌曲龙虎榜7月7日，逼得太紧吴雨霏。903专业推介7月4日，挚爱孙耀威。劲爆本地榜7月7日，浅浅浅浅古巨基。Alan， 而家我哋有个新嘅节目，由快必主持。系啊，但系咧，我听过呢个节目咧。即系点解令到你咁苦恼咧？系啊，我觉得
好似同快必以往嗰一个我哋对佢认识有少少唔系好 matching 咁样。嗯，冇错冇错，以前佢不嬲对一啲音乐啊或者时事啊或者系一啲现象咁先算咧，通常都系一个比较系即系批判式啊，我哋话叫做即系闹人咁啊，大家都接受呢样嘢，我哋都唔使客气嘅。但系咧，今次咧佢帮我哋做呢一个嘅节目咧，系比较一个即系。將兩個啊唔同嘅現象或者一啲事物咧，嚟做一個比較嘅一個角度嚟去研究嘅噃。係啊係啊，咁我覺得真係要帶住個腦嚟聽先得嘅。但佢主要係講邊兩方面？你 Alan， 你幫我哋聽眾講講。佢就神性啦，同埋凡俗啊。哇！咁有冇大啲啊？嗰個範圍。係啊，佢就跳跃咗二分法嘅嘅嗰个歌曲分类咯，即系平时我哋歌曲通常咧就分两类嘅，系啦，咁啊一类咧就系诗歌啦，或者叫基督教音乐啦，咁另外一类系流行曲啦，系啦，咁佢就喺度提及，如果我哋适当运用嘅时候，有啲流行曲喺教会如果用得恰当。都有個效果做到出嚟喎。哇，其實我以前就冇諗過喺教會裏面唱流行歌，至多係唱民歌啊，即英文嘅民歌咯，特別或者係嗰啲《朝陽中》啊，或者人生曲咁樣樣嘅啫喎。係啊，所以完全係跳跃咗我哋過去諗嘢嗰個框框。哦，咁呢個比較特別啲，我覺得。咁啊，所以都係要帶個腦入嚟聽咯，所以。所以唔係好長，嗰個節目好短嘅啫，好似係咪啊？係啊，都係。分鐘咁上下，所以這個呢個就係幾時出街話？其實上個禮拜五出咗噶啦。好、oh, ，very good、啊。所以大家就可以啊聽下啦。係啊，係啊。好，七月份嘅第二個星期，咁啊，繼續享受呢個陽光與海灘啦、啊，大家。係啊，咁啊，趁住暑假開始啦，咁啊，好好安排啲時間啦，唔好俾呢個時間分秒過咗去就算啦。冇錯，咁好啦，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打機打到悶悶地，音樂360。煮飯湊仔，最佳涼伴，音樂。www.ahm.org.hk 你的全方位音乐选择，音乐360。你现在听紧嘅系 AHM 音乐台，我系凌东城。为中意 band 山嘅你，中意创作嘅你，一个聚脚嘅新地点。激乐工房夹 band 攞料，唔使去 band 房啦，嚟 AHM 音乐台啦。Hey baby， 系你啊！用你必嘢嘅右手倾入呢个台，然后同你隔篱嗰个讲：听嘢啦，听嘢啦，听嘢啦 ，you。听嘢啦，听嘢啦，听嘢啦 ，me。东边蛇龟。哇哦！激乐工房，爱音乐爱到发晒狂。Check this out。7月13号，礼拜五隆重首播。